你去家里等吧，他没准回家了呢。啊，我们再找找。大娘咋说的呀？纸盒厂也没有。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？那咱再上别处找找吧。行，走吧。抬起头，看着妈。抬起头，让妈看看你。干啥呀？腿还疼吗？人这辈子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这辈子还长着呢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好好的改造。妈盼着你浪子回头。前段时间，妈也觉得没脸见人，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。可是后来，妈想明白了，想清楚了，要活着。就好好的活，要往前看，要想明天的事。妈缓过来了，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，听见了吗？对不起。知道对不起就改，改了就可以重新做人。想想，妈在外边等着你，你不能再让妈操心。岂给您丢人了？时间到了，小小，妈妈等着你。向您保证，我一定好好改造，别再来了，大老远的。
您请坐，监狱长，我儿子周小小在这儿服刑，他表现得咋样啊？说实话，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，不是特别好。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消极，对抗改造的情绪啊也比较重，抗拒改造吧，这出工又不爱出力，这么一来呢。如今在他们的监区，他是属于比较后进的那一类。这样下去，对于他而言，减刑估计是不太可能了。我应该早一点来看的。不过他今天答应了我，他说会好好改造自己。这个我也听说了。其实我认为啊，监狱改造和社会应该相结合。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，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这方面不单单要考虑监狱，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，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。我在监狱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亲眼见过很多犯人在他们亲人的感召之下脱胎换骨，减刑出狱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犯人家属啊，选择的是不管不问，放弃团监。我想，这么一来的话，反倒会让那些服刑人员自暴自弃，甚至是重复犯罪。这些是不可取的。不过，这回您来啊，对于周小小而言，无论是情感还是内心，一定会有一次很大的触动。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来看一看啦，这住一宿多少钱呢？一个人啊，分铺三十一天，两间五十一天。那如果住的时间长，能便宜点吗？长包啊，要通铺十五一天，两间四十五一天，一个月一交。
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，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这方面不单单要靠我们监狱，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。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，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。行了，这一共多少钱？哎，大兄弟，你这车咋卖呢？啊，这车不卖。不卖？那租给我试试咋样？租？哎呀，你看我老太太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我扛也扛不回去啊。你就当帮帮忙啊。哎，租金我给你另算。那行吧，你就搁上50块钱押金，租金就算了吧。哎呦，这咋好意思呢？谢谢你啊。没事。50块钱押金，那这些货多少钱？这货是57.83元。50加57.83元，107.83元。哎，大姐，你是新搬来的吧？我看着你面生啊。我刚来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这方圆几里地的都来我这买东西，来过的人我都有印象。那个啥。押金就算了吧，你直接给货钱就行了。哎呦，这咋好意思呢？哎呦，谢谢你啊，真是！你看我老太太今天运气好，一出门就碰上好心人，就租金也不要，是押金也不要。那行，刚才这个，哎，这货是多少钱来着？57.83元。57.83元，来，你拿着啊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。有你这个车，行了。嚯，大姐，你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把干活的好手啊，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啊。行了，大兄弟，这车子明天还你，谢谢你啊。好嘞，没事。
老板，你这儿要人帮忙不？这么小的镇子，没什么生意，我一个人还闲着半拉身子呢。哎，大姐，您干嘛？吃饭呢？哎，不，我吃过饭了。那您，大兄弟，你去饭店需不需要打杂的？不用不用，我们饭店人手够用。啊。哎，同志。哎。哎，那个。你们招人啊？对对对，你看我合适不？你年龄有点大，不适合我们这个。大姐，你怎么坐这儿呢？哎，大兄弟，你这怎么还捡起破烂了？我这连着几天没找着工作，所以啊，就干这个。哎，我说大姐，你到底从哪来的？怎么跑我们这小镇上捡破烂？我儿子犯了法，在你们这儿那个二监狱服刑呢。我来这儿呢，是为了陪我儿子。啊？哎呦！这么不争气的儿子，您还陪着他？您这吃苦遭罪的，赶得上吗？哎，我儿子，我可不得陪他吗？再说了，在家也待着不安生，到这儿来还能离着他近点儿。那你这靠捡破烂能活着？你还得给他往里边送东西吧？不缺钱。你不缺钱，你还捡破烂？捡破烂不挺好的吗？四处走走，溜达溜达，在外边等我儿子出来。哎呀，大兄弟，你不会是来要你的手推车的吧？嗨，这手推车啊，我真不着急用。就凭你对孩子这份心，这手推车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哎呀，大兄弟，你让我咋谢你呢？谢啥谢？真的挺不容易的。走了。哎哎哎。你们，老太婆失踪了，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，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。怕我着急？这么大的事儿你负担得起啊？还杵着干啥呀？出去找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找不着你们，你们都别回来。他就是找不着，我们哪儿都找了。你想个招儿吧，这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，办法都是人想的。赶紧
去报社啊，去电视台，去广播电台，发寻人启事。行行行，爸，你也别着急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来。哎，就这样行。走，一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啊！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咱媳妇都是咱俩包了。到今天我才发现，竹子是你生命里的一根筋，这根筋没了。你就空了，都啥时候了，还出这干啥呀？老周，竹子也是我生命里的一根筋，找不到他，我心也慌。别急。伸出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们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哦，麻烦你了啊。哎。老周，哎，寻人启事都贴出去了？都贴出去了，火车站、汽车站公告栏，我和老江两口子贴了好多地方。你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我这一天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的电话全打了个遍，谁都不知道竹子去哪儿了。你别急，小安他们已经去报社、电台和电视台了。消息一旦发出去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哎，你说他能去小峰那儿啊？不会吧？咦，这个竹子，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。那你快问问。哎，你别直接说竹子失踪的事儿。哎呀，还
这还用你交代？这战略战术这事儿，哎，小峰啊，我是老爸。啊，你挺好吧？老爸挺好的啊，挺好的。我问个事儿啊，你妈最近跟你联系了吗？哦，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问问啊，家里都挺好啊，不用惦记着，挺好的。你一个人在外边，注意安全啊，照顾好自己。行了，老爸不说了。哎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？哎呦，你咋这时候才来买菜呀？这天都黑了。这菜也不新鲜了，我也快收摊了，要不你明天再来吧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哎呀，你挑的这些菜也不是一个价啊，你让我怎么给你称啊？大妹子，这天也快黑了，你也快收摊了，这菜都是人家挑剩下的，我要是不要，你不是也是扔吗？你就别分开算钱了，给个价吧。哎呦，好吧好吧，那你给一块钱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大妹子。警察同志，你好，我是江河。最近通知我人在哪儿呢？你稍等一下，在里边。好。这是今天在大街上看到的，这是你要找的人吗？谢谢啊，不是。谢谢。喂，小刘，看到人了，我是三妈。你在饭店等我吧，马上回去。嗯。哎呀，我的亲妈呀，这到底去哪儿了呢？要跟妈表扬了你，说你积极参加劳动，这就对了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这儿都挺好的。您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？你说。您别在旅馆住着陪着我了，还是回河山去吧。您一个人在这儿住，我真的不放心。那不行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吃苦受罪的。妈得陪着你。
妈不能让你泄了做人的精气神啊。哎，妈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改造，早点出来。放心，妈放心。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好了，终于找到咱妈了。那老太太怎么还一个人跑二间去了？妈这是不放心小小。哎，小蝶怎么没来啊？别跟我提她啊，一提她我就火冒三丈。小蝶怎么了？小小真是瞎了眼。你说江灵蝶那矫情玩意儿变心了，小小一进去，她好了，解放了。我们共同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一天到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不着家，就跟他那狐朋狗友，这个舞厅进那个舞厅出的，那名声我真，我提了我都要犯病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在咱们这个家，谁都不许跟我提他。师傅，您快点开行吗？我妈不知道遭多大罪。对，就是。妈，妈，妈，这也没有啊！哎，大哥，您见过这个老太太吗？我看看啊，哦，认识，平常就在这儿附近，这时候应该已经收摊了。收摊了？那你知道住哪儿吗？啊，哎呦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是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得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听说也在这附近买菜。啊。哎呦，你们干嘛呀？我们是他家人。我妈，你们还真问对人了。这里边啊，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。那我就知道。啊？是吗？对啊，他是住的旅店还是租的房子？对对对，你带我们去呗。他没租房子，也没有住旅店。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，路边呢有个废弃的机井房，他就住在那里头。机井房？啊。春梅，你盯着那边。啊。你们看，是吗？哎，还真是，奶奶呢？哎，大家等等，快快快快快，开过去！快快快快！妈！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怎么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对呀，你们还摆摊儿？就说也不说一声。是的呀。
我这不是想着离小小近点吗？近您可以，您跟我们说一声是吧？我们给你安排，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合着小小是您亲生的，我们都不是您亲生的。哎呀，你们不都是挺好的吗？这妈想着，这小小一个人在里边，怕她觉得丢人，没了精气神儿。那我离着她近，可以给她鼓鼓劲儿，打打气儿，对吧？您鼓劲儿打气儿，您也不用非得住到这儿，是不是？您说您。你说您一个搬到这儿，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多难受啊！对呀，行了，我挺好，别难受，别难受，我挺好。快叫！哎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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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车，走，我把车给砸了。爸，哎，你们咋来了？我来给你开庆功会啊。你本事大，把整个松江市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。老周，说什么呢？咋的？你啥意思啊你？还咋的？我陪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跟我是没关系。你去哪儿的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你告诉孩子们一声啊，啊，大伙儿找你都找疯了。哎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这么任性？再说了，那儿子现在在大墙里边，一个月探视两回也就够了。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，你又见不着人，能咋的？那能一样吗？我离得近，小小他能感觉得到；我离得远，他会以为我离开他了。这个你不懂。你爸，我妈累了啊，让我妈先上去休息啊。爸，好了啊，好了。妈，您上去休息啊。生气了，妈，牛奶您趁热喝了，能睡个好觉。老头，嗯，小爹今天咋没来呢？他死外面。咋了？哎呀，您就别问了，您就全当咱家就没有过他这个人。到底咋了？快说。江林蝶变心了。啥？自从小小进去以后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那叫一逍遥快活。现在更好，没影了，去南方了。等他回来，你跟我说一声。既然他现在还是咱家的人，有些话我要当面问清楚。哎呀，您还跟他问什么呀？他早就不是以前那小蝶了。妈，那小峰突然就去那么远的地方了，你不惦记他呀？老五是个能人儿。跟你爸一样是个狠主，我不惦记他。您跟我说实话，真不怪他了。我当时就这么想，小小呢是犯了法，该抓，但我就是不想让老五抓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小峰呢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。他有很多的战友就在他眼前牺牲，所以他的想法跟咱不一样。这是老五跟您说的？不是，是我自个儿在家里琢磨出来的。小峰这些年离家远，他的心思我也没怎么琢磨。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，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。他当时也是没办法，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。日出又日落，深秋
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？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